每个人都会有失去方向感的时候，仲以为你真的不同了，怎知道是跟以前一样，只是成熟。但是球本来就没分上下左右。我退出不是因为我想逃避，聚集球场为了找回脚下的方向。如果我们什么都怕的话，我们人生就没办法前进。记清楚自己站在哪，由现在开始你们一team人。表 TV 原创剧《麦当劳新世代 Big Mac 情牵归前菜》，星期一晚9:30，表 TV。